大家好，你现在在收看的是《变走怪物竞技场》，我是你们的主播吴秋风。上一场战争呢，由变种雪人对抗变种狼，由变种雪人大获全胜。接下来的第二场呢，是由我们的变种狮壳对抗枯弓，不晓得他们实力差距如何。马上我们今天的比赛，第一场的选手已经就位了，分别是十个狮壳对上十个枯弓。老实讲，他们还叫枯弓吗？没有人拿弓箭啦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要开始对战了。预备备，比赛开始！冲出来了，冲出来了！哦哦，枯弓现在丢的是骨头飞镖了，骨头手里剑。哦，那样狮壳，除非他的血很多，不然我觉得枯弓好像占有一定的优势，远距离还是比近距离占有。当我没说，我觉得狮壳的攻击率好像比枯弓还高哎。来了来了，哦呦哦呦，十打十，打得难分难舍哎，不知道谁会取得最后的优势。哇，枯弓也不是很准嘛，对不对？狮壳哦，那个跟大家讲一下，他们两边戴着帽子，防御力是一样的，所以没有什么问题，好不好？两边都会有戴帽子。哇哇哇！狮壳，现在战局十打十，战局就打成这样了。等一下，我一百打一百，会不会等到什么天荒地老？应该不至于吧？真的战况好接近哦。我觉得。本来我是预测枯弓比较容易赢啦，可是现在看起来狮壳血好像比较多，骷髅飞镖不构成威胁啊！哇，枯弓输了第一场，哎呦，剩下五只哎，想不到是狮壳获胜哎！第二场赛事有50只变种狮壳对抗50个枯弓。把它改成叫枯弓忍者好不好？枯弓手里剑，开始。枯弓手里剑哦，丢到自己人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枯弓对僵尸没有变种的时候，就是僵尸大获全胜嘛。现在还是有一样的结果，有没有？自己人丢自己人，丢死自己人。太八七了，有没有？我现在还是一面倒的看好狮壳。我一开始好像不是这样讲的，没有，主播时常变卦嘛，对不对？一面好的看着狮壳一定会大获全胜。再收喽，再收喽。哎呦，有人在闲哦。哎呦，你干嘛？抓木头？抓木头很爽，还是你觉得你跟木头颜色很像，很开心？不管他了，我们继续观看我们的战局。哇，现在成群结队喽。那个枯弓已经大规模灭亡了，已经可以开始成群结队的攻打其中一只了。哇，优势很明显哎，越来越有优势了。如果一打一的话，我觉得狮壳不一定会赢啊。不过团体之后，狮壳的优势就非常明显，有没有？已经打赢了。哇，优势很明显哎，下一场他要对狮壳要对雪人哎。我觉得会非常精彩哦，100比100来了，战斗吧！哦呦哦呦，100比100哦，哇，成群结队冲出来，冲出来了，把枯弓埋在里面，他们自己丢自己，就丢到爽了，哇，成群结队，因为已经连赢两场，狮壳已经获胜了，所以目前就是恭喜狮壳进入到下一站的决战。我是发现优势其实都很明显，要么连胜三场，要么第二场就知道结果了，第三场也不太需要补，有没有？我们就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期待下一场赛事会更加精彩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应该是到第二轮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比较焦灼的赛况，那个前第一轮应该就前面两场就知道结果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
客们加油哦！哎、欸，打完了、欸，刺客们好强哦！让我们来个一打一吧！哇哇，一打一到底谁会赢呢？哎呦哎呦，哎呦，一人一下，一人一下，你一下我一下，你一下我一下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你怎么绕跑了？你怕了？哎、他还会回血是不是？你怎么怕了？你现在绕跑，我看不起你了，这个。哭公，我开始看不起你了，你竟然绕跑了、欸、打输只是刚好嘛，你一拳我一拳的时候竟然还有人绕跑，输只是刚好。